一泓碧水如梦似幻，却又清澈明亮，真实的无从质疑。这里是大台北饮水的源头，北势溪最上游的山溪美景。我们沿着一条沟通新北市平林和双溪的古道上溯湾潭溪，道路两旁野花盛开，在这片洁净原始的山林里绽放动人心魄的美丽，吸引同样充满生命力的鸟兽昆虫。神奇的是，这里的生物各具一方，和人类维持良好关系。很多自然爱好者来到这里，可以随时找到老朋友。古道旁也有人家，但多数已经迁移，留下的石砌老屋悠悠静立，见证山村曾经鸡犬相闻、炊烟飘动的田园往日。这里是新北市双溪区太平里，空山不见人，但见青山绿水之间草木华姿。巨大的蜻蜓忘情产卵，完全不顾众人眼光。身为万物的一份子，见到这些在我们生活周遭失落已久、生机勃发的画面，惊喜之余莫不感慨万千。古道沿溪而行，越到上游越发现溪水污浊变色。原来这片野花盛开、鸟兽虫鱼自在悠游的天地，遭逢想象不到的危机。美如梦境的溪流深潭，亲切如老友的草木虫鸟很可能失去家园，而人类干扰下的湾潭古道正在呜咽悲鸣。山潭的颜色很特别，好漂亮哦！这个，对啊，这个叫做梦潭哈、哦。梦潭，对，那是如梦似幻的、啊、哦。对，因为早上的时候呢，波平如镜哈、哦嗯，所以又是那个蓝绿色的水面，所以以前登山的山友经过这个地方，哇，如梦似幻，所以给它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做梦潭。哦，它的颜色的变化很多，有点浅绿，慢慢有点蓝的感觉。哦，那有的地方很清澈。对，那这个梦潭大概就在我们这个湾潭沟道里面，我们从丹家庄走过来到这里，正好差不多1/5左右的位置，所以就是歇脚，然后捧水洗脸。我那个水非常的猛烈哈，梦潭本来是波平如镜的，对不对？对。现在开始有什么？开始有一些小小的那个波浪，对不对？就这使我想起以前我们背过一个这个古诗，叫做“青山原不老，渭雪白头”。绿水本无忧，阴风骤面，哇，是不是又更如梦似幻了？对啊，青山绿水，对，青山绿水就是这个地方。走进来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啊、哦，因为前面的道路都很原始，都是说，哎，走进来竟然是一个很开阔的地方，然后竟然有农田，那过去还有一些房子还留到现在。那这一带本来是这个山里面一个很广阔的一个梯田，那后来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交通不便啊，所以后来有一些住在这里的人都慢慢往外迁移。等一下我们就会上去到那个石头屋，然后我们约了太平里的吴里长，因为他是从小在这里进出，所以对这个地方的生活环境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等一下请吴里长来帮忙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好啊，李老师你也常来这边走动嘛？因为台北来算很近了，开车很近，像刚才我们进来也听到那个蝉声，你来到个水边还是听到蝉声，听蝉声看湖底，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很清凉。那老师来这边有没有什么发现啊？最近来都是看湖底比较多，对，大概有双尾蛱蝶。双尾蛱蝶，尾珠就是有两对，所以叫双尾。还有枯叶蝶，这边也蛮多的。枯叶蝶你平常不动，就像一片枯叶，可是它一打开来，那个背面是鲜艳。
艳亮丽的。他天敌说要吃他的时候，他突然一闪，他会吓一跳，然后他就跑掉了。枯叶蝶一般是这样，比较常见。刚刚有看到凤鸣啊，飞来飞去，停栖在树叶上。对啊，对啊，比较浅水域的话，它就会在这里产卵，所以蛮多这种动物。湾潭古道哦，除了景色优美，生态也是很丰富啊。早年湾潭古道上的行人为生活奔忙，很难对青山绿水产生诗意。二三十年前，年轻人郊游露营才留下梦潭这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名字。近年来，生态观察、自然保育深入人心，山里面的昆虫鸟兽也慢慢受到重视。无论是美景还是生态，这里极为难得的保留着台湾古早年代的田园景观和山野面貌，希望它能一直保持下去，不要被不当开发改变它难得的美丽。明知李长伯已经在等我们，但是路边总有吸引人的事物让我们驻足停步。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这个果实我还真的是没看过，可是上面这个黄橙我就看过，所以这是黄橙果实啊。好，你以前吃过猪肉，今天你看到猪走路了。哎，这个就是黄藤的果实，很特别哦，很特别。那果子上面好像有网状啊，网子一样，有网子套上去的感觉，像鳞片状，有点像初吻的蛇皮一样。哦，黄藤哈、哦，这个对我跟林老师来讲、嗯，这个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可能可以说是改变我们一生的植物。你说黄藤跟你们所受的教育，对，是有关系的，没有错。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吃过两道老师准备有的名菜，一个叫地鸡叉巴西。好，另外一个叫藤心卤蹄膀，好，第那个第一个是什么？第一叉巴西，这个我大概知道，就是以前被老师打手心嘛。对，这个炒肉丝啊。但是第二个我就没听过了。藤心卤蹄膀，这是林老师他们家那边才有，因为他老家在那个花莲安通，因为靠山区，所以山区就是有这种黄藤。嗯，那你知道我们平地的小孩不乖的话，老师就拿竹子来打。嗯，但是呢，在山区的小朋友，哦，比较更调皮了，他们就拿这种藤条来打。哦，所以呢，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没有学坏哈，真的都是感谢这两种植物。我想那个什么，可能是那个什么，林老师啊，藤心卤蹄膀比我们地基沙巴西可能还要营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藤哦，它的那个韧，它有软，它就是比较韧呐、啊，弹性，不容易弹性，所以一般在用这个在尬音啊，哦，很好。那林老师，你有常吃这道菜吗？我不但吃，我也就啥都讲。哦，真的，你也用过。不过刚说蹄膀，为什么叫藤心卤蹄膀？蹄膀指什么呢？以前体罚就是打那个打这么后脚这里，所以这个蹄膀屁股啦。哦，所以把那个屁股啊、大腿这边叫做蹄膀。但我确定就是说，这藤心卤蹄膀啊，一定比地基叉巴西还要营养。藤心打起来比较痛。对，所以你看林老师，他只要打两顿就乖了。所以他一毕业就当老师。所以两位老师现在这么优秀，就是从小吃这个藤心卤蹄膀长大的，是吧？对对对。我们这个四年级讲到这个东西啊，实在是笑中带泪啊。所以我想，那麦导你是五年级生哈，到时候已经从铁的纪律改成爱的教育，所以很可惜你没有吃到这一道藤心卤蹄膀的名菜，要不要体验一下？我们等请林老师来。我没有吃过藤心卤蹄膀，可是吃过那个地鸡叉巴西，这个倒常吃啊。但是可能现在是六七年级就没吃过了。对，我们七十年出来教书的时候，那个学生家长是叫学生带着藤条到学校来给我们。这几辆老婆乖，这个感受。对，老师讲一下现在的改变是怎么样的？现在差很多，大概。隔了十年，八十年开始哦，就不能体罚，不能什么那个，而且家长可能小孩子的人数那个人数少了，对，更宠爱他，宠爱他，所以也不太能够用，家长也不愿意你用那个体罚的方式再去打他或怎么样，哎，比较疼爱啊。老师，那你现在带藤条到学校，可能马上就被扣上网。
我学生敢拍照就把你PO上网。现在是会有，对对对，现在不没有人敢带。就打电话给那个新闻部，对对对对，儿童儿女专线。对，马上就打给这个报社啊，新闻就马上登出来这样。对，时代改变蛮多，所以改变我一生的职务，也改变你老师一生的职务。对，真的是非常。有这个回味的一种食物啊，顺便跟你透露一个秘辛呐、啊。嗯，以前伟人是看的那个什么河流里面的鱼逆水上游，知道人要上进。我是正好相反，因为以前这个东西是以前民族植物非常有用的植物，所以做藤椅哈。那以前我们乡下的小孩放学之后都要什么帮忙家里挑水肥，那就哥哥跟弟弟一人用扁担一挑。可是你知道哥哥一定长得高，弟弟一定长得矮，所以每一次一挑那个水肥就往我这边倾。所以从受过这个苦头之后，我就知道说将来我一定要上进，不然一辈子要挑水肥，而且挑得很重。所以这个改变我一生的植物，这样说起来有没有道理？有，所以我才知道上进。小时候被体罚几乎是台湾中壮年人共同的回忆，很可以拿出来说嘴。别害怕，拿来蹲蹄旁的黄藤已经削皮抽筋，如果拿这样的黄藤打孩子，那是酷刑，不是体罚。台湾开发初期，黄藤是很有用的自然资源，做家具农具，当造船绑缚的材料，山里头采藤做藤的工寮不少，不少地方还以藤寮为名。老骨头的青春回忆说不完，关于太平的掌故还是有请在地人出马。哎，麦导，哎，那个吴里长已经先过来这里了。哦，里长已经在这边等我们了。哎，你不是要带房子吗？哎，对，他先走下来了。哦，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大家好。麦导，你好，你好。哎，啊，你好，你好，你好。哦，这个林老师。啊，他是很厉害。哦，吴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哦，你就是太平里的里长哦。哎，对对对。哦，哎，这。以前都是什么？这白白这这以前是种稻的水产。啊，那有犁过这样啊？这是那个沾的山地哈，巴肚也要吃那个昆虫出来喂。哦，这炖起来这是弄山地炖的哦。嘿，弄山地。哦，有看到很多脚印呢，其实有看到一些那个蹄印啊。蹄印。哦，猪的那个蹄印哈。嘿。哇，一照炖的哈，很大一片呢。哦。啊，这看有几只在遐炖？伊这应该是小一只。一只。伊的脚印够一只。哇，差不多80多斤左右，大只哦，是大只哦。所以你看这个田还蛮大的，这一只山猪来就把这田全部都弄翻了。我就是讲你家的山驴在那边骗鬼，对啊。一只站在出来哦。李总，来到这吼后面足快吼，较早这拢有人住吼。哎，有，这个后边差不多7号至8号住。啊，附近这里有一个石头厝，都是社林的因吼，差不多有一户有住30几个，因上大户住伫遮。哇，这真好生哦，那30几个，那有一户30几个啊？因为伊的体体因后生都差不多5月至6月，啊，所以因拢在遮，搁娶某，搁生囝，啊，搁参查某囝，啊，搁参因小弟啊，所以上大户才有30几个到伫遮。哦，啊，那户数的上侪是7、8户伫遮安尼吼。嘿嘿，总共迄只有7、8户到伫遮，所以讲这条行这条路，体体遮路条8户。哦，啊，较早伫遮咧种作是种稻啊，啊，搁种啥？副业就是讲吼，种茶啦，哈，啊是即个山顶采兰花，啊搁种兰花。较早遮兰花足济哦。嘿，兰花野生的足济。啊，拢人是去采还是去种啊？拢采倒来种安尼啦，家己搁还土搁种过。嗯。山顶采着啦，啊，即花嘛真水的花吼，一丛较早有10几万的花。哦，太贵了。今嘛来到家吼，都是草啦、树啊啦。我阿你细汉吼是啥物样啊？较早田地拢做甲足平的啦。嗯。啊，就是讲像这山嘛，种番薯啦，种茶啦。嗯。未像讲即摆荒荒废废啦。较早来拢足平的，啊像溪嘛是安尼，未像即摆安尼树啊很多。但啊，即摆愈来吼，阮的土壤愈好，只树啊愈多。这较早叫啥物地多啊？小地号名叫番糖。对，遮嘛有溪嘛有遐塘吼。嘿。啊，恁较早拢来遮耕种？我细汉就是较早，阮妈妈因的厝住伫遮，啊，我就是细汉的就甲阮妈妈转来因这个月季厝吼，佚佗，所以我差不多7、8岁我就开始。将来出去这条路啊！哦，跟妈妈回来呢。嘿，哦，俺等下再去厝遐看一下。哎，好好好。
离开被山猪犁过的农田，路旁野姜花清香扑鼻，很难想象台湾竟然还有这样的农村。以面积来说，李长伯的辖区超过双溪区三分之一，接近十个永和区。这里的农村风情、自然美景吸引不少游客，但交通不便，地方人士希望开路改善。可是道路一开，吸引人的特色极可能消失，颇让人忧心。路旁山芙蓉盛开，眼看一年将届，期望明年此时山花盛开，美景依旧。黄藤是棕榈科省藤属植物，又称省藤、藤根、红藤，原产台湾、广东、海南岛等地。台湾各地中低海拔原始林都有分布，它的茎长可达20公尺以上，强韧富有弹性，可制成各种家具及工艺品，也可作为捆绑的材料。嫩茎的心可以炒食或煮汤，根茎都可药用，据说有降血压、利尿的功效，是早年台湾普遍利用的经济作物。转个弯爬上来哦，就发现一栋石头屋，哎，而且还蛮具规模的。你对哇，哎，哇，这一间那石头啊厝了吼，哎，这较早是上住伫遮，这较早是姓林，哦，姓林伊个大家族住伫遮，大家族哦，你讲有30几个住遮，嘿，30几个住伫遮，哦，就是这间吼，哦，啊，看个这边大间哦，真济间啦，反正看遮伊这规个厝啦，还是边啊，拢用石头来做的吼，像个楼梯嘛是石头的吼。所有的个建筑物啊，水泥的啥拢用石头去雕。那石头也蛮特别吼，挖了很多洞哎，哦，真的有坑哎，对啊，哦，这大地，你看这个石头很长啊，这石头搭这坑吼，这是种啥？这是较早种兰花哈，惊着插插吼，所以讲做迄个围起来，敢那墙围啊。哦，做迄围墙哦。嘿嘿。哦，这有徛起来啊，对啊，这个围起来。哦，安尼我大概要知啊。其实干是拢有爱放个栏杆安尼。哎，栏杆，它伊内底甲放个木头吧哈。哎，水泥墙过啊，甲固定起来。哦，对对。这接袂住，再讲迄个木头凹起了哈，如果固定了，这边就比较住。哦，我大概知道，因为现在这个倒下来的，看不清楚是做什么用的，就是看到后面那个站起来的、竖起来的有洞，就知道它可能就是放那个横杆啊。所以可以做成像栅栏啊、围墙这样子。哎，阿姨，这厝诶，这厝刚好，这样嘛，那五坑呢？哦，这边有两个洞诶，这两个洞。你这是压厝票风台飞去哈，用迄个钢索甲固定着，啊，这哈，伊凹起来。哦。还有迄支甲绑起只，风台才袂飞去。哇，这有一个很粗的铁丝啊，绑住这屋顶，然后这样拉下来。绑在这两个洞，这样再套进去，哦，很聪明，他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屋顶啊，把它固定住，不要让风吹。所以他这样补风胎，这样还触电有偏斜呢。嘿，他这一节管的触电较轻，啊，风胎来一节夹吼，比较贵一点。哦，以前的石头屋很坚固，可是屋顶比较脆弱，所以必须加强固定。哦，所以就怕你看安尼，把个铁船安尼吼。哎哎。这前面都有石板围起来的吼。啊，伊这是较早是起底的，这是起底的，起底的。哦，这围起来这是起底的哦。哎，这个基地活动，你困到家里来这个看。哦。爱出爱有时啊，有迄个阳光，就是出来这地活动安尼。哦，猪放风的地方。哎。这个猪圈比较人性化哦，猪也是做石头屋哦，其实它的石头都很大一块。啊，一家正门几多啊？正门在这边。哦，正门在前面。正门不错。哦，啊，这嘛一个坑。这个就是较早的化粪池出来哈。哦。啊，伊较早压台拢用来做坟。哦，这家是本座啦。哎，本座较低的，低的台阶嘛。哦。哦，哎，前面还是很长哎，我们等下过来逛嘛哦。反正我会看到这边石头哦，砌得很漂亮，这样一块一块的砌起来，
非常的整齐啊，它里面有用那个泥土，用泥土代替水泥把它糊起来，可能就是怕有一些蛇类啊，好、哦、这些东西躲在里面。哦，哎，看到了，好的哈，就是这嘛。啊嘿，哇，这个就没断掉，这个铁丝你看，这样延伸下来到这个屋角底部这边，就把它穿进去绑起来。哇，那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屋顶啊，把它加强拉住，那台风的话就不会被掀掉了。哇靠！哦，这边还有一个广场哦。哦，看，哇，这边看起来是一个三合院的感觉哈。真正呢，来是因这样用迄个木做的啦哈，啊，砍草。啊，尾仔因就是大家族兄弟啊，侪吼，伊这石头拢家己砌的，家己砌的，啊，再搁改建过，差不多五十年前，再搁改建的安尼。哦，上早是用柴砌起来的，对。嘿，差不多民国七十年景气较好了吼，大家都拢搬出去啊，农业时代已经都做袂到啊。哇，对啊，去外面讨生活了哈，外口去做生意、读册啊，慢慢刷出去。嘿，哎，这边有迄门牌号码呢？嘿，有啊有啊，这边写那个。乌山十九号，乌山十九号，记得我们从阿伯家张家庄出发的时候，那一户是乌山十三号，那走到这边十九号，所以是比较远。你看，我看这，安尼差他们六合，安行过来点钟入来。嘿，这段上无人住，张家庄来，干才住十号。嘿，啊，村的去哩，过山顶，啊来就到湾潭，湾潭去就较济人住。啊，这段都人住上少，嘛算小上偏远啦。我较早讲要找一个厝边，拢用话拢听无。像我即摆联络张家庄嘛是哦，即摆是还阁有电话还好，但是像我要送通知单吼，我就是用行路对这去。啊，若开车对感觉对看啦吼，开车嘛要两点钟去。哦，行路比开车较紧。嘿嘿，啊就是行路较忝啦。哦。啊，开车是油钱吼，一抓呢来回都差不多开600块。哦，所以张家庄遐嘛算太平里哦，嘿，同个里，嘿，哇，像阮最近办活动，啊，我嘛是通知单，我就去对遮过。哇，所以在这现在这么文明现代化社会，哇，比如之前前靠要送一个通知单，真的是要从太平嘛到太平遐，嘿，真的里长是真的现在还在走古道送通知单到张家庄送个通知单吼。啊，因张家庄来拜拜，拢爱对阮家来，一年拜拜有差不多三拜。娘妈祖嘛对阮家吼，中原普渡，伊嘛是爱过来这边。这条道路吼，对阮历来还阁较重要。我们虽然把这一条湾潭古道称作古道哦，其实它还是现在正在使用的一条道路。系啦，阮就是讲，阮这里的人口无真济，但是吼土地足宽。上偏远了，对，上过一区算一片，差不多甲有来要同款啦，诶，偏远。哇，你好，地广人稀啊！就你这个人，总算是差不多几票？差不多总共700多票。嘿，700多票，阮遮个选举吼，出席率拢袂歹，差不多90%以上，350票多。今年才要当选。哦，350票。嘿，阮遮700多票嘛，差不多700多。我今天走这个湾潭古道，才可以体会到过去人生活的那种辛苦啊。不过现在的里长很特别，现在还在走这条古道。啊，跟他运动的。哦。跟他运动。湾潭这一带现在交通不便，古时候可是淡蓝古道的分支。道光年间，有位在宜兰头城任守备的千总黄廷泰，几次从外澳经过这里到汐止等地，觉得这里环境不错，值得开垦。离开航武之后，就招募垦户来这里开辟，引水灌溉，得百数十亩良田。人们称这里为黄总大坪，居民多为漳州人，曾经有380户、1900人的盛况。想象当时居民鸡犬相闻，石头屋前植满兰花，该是多么美好的田园景色。由于闽南语的大坪与太平同音，渐渐被称为太平，之后又改为太平。无论怎么改，太平始终远离现代公路和街市的中心。幸运的是，因此保留珍贵的生态和农村田园。也许现在的太平人应该放弃苦追发展脚步，而是善用优势，成为生态聚落的先行者。
黄廷泰，广东蕉岭人，年少入伍，嘉庆年间由福建调台湾，出任蒙甲营把总，后来转任噶玛兰营头尾守备，升为千总。道光初年离任，招募垦户，开垦太平，被誉为开发太平的第一人，尊称千总爷。民众感念他的遗泽，民国77年在双泰公路右侧兴建面积约4坪的总爷祠祭祀。开朗啊，老师！哇，这一带河谷比较宽阔。对啊，而且这边可以看到岩壁上有瀑布流下来。这个瀑布的成因是我们湾潭溪从上游这样流下来，可是上面有一条小河，从岩石的上方直接流下来，在这个地方交汇，所以这个在地形学上叫做千级点。千级是？千就是那个搬迁的迁，级就紧急的急，千级点。那这个瀑布是会长高的，因为地壳会抬升，也是原因之一。那最主要就是为什么说这会形成一种悬谷式的瀑布，就是底下这个湾潭溪啊，它水流量比较大，所以它向下侵蚀的速度比上面那条小河它向下侵蚀的速度要快得多。那像小河流这个瀑布所碰到那个岩层叫做雪山四棱砂岩，很坚硬的石头，非常坚硬，所以说它很不容易往下切，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造瀑层。湾潭溪比较宽大，所以它水流量比较大，所以向下的切割量比较强，对，能量比较大，所以它向下会切得比较快一点，对，所以它就会越来越深，相对那个瀑布就会越拉越高这样。对，所以这个瀑布在长高。像那个太鲁阁峡谷也是嘛，一直切，它整个那个岩壁峡谷啊，就会越来越深这样。对，不过这瀑布也不止一道左边那边有一道瀑布以外，右边也有，它连续有这样一层一层这样流下来，对，流到湾潭溪，这边倒是一个开阔地所以这样看起来视野就非常的好。吴老师，我在这边发现古道的沿线有这种民俗植物啊，就是那个大青，对，之前听阿伯说啊，他们拿这些鼠狼去外面染这个渔网啊，还有大青，对，他把这些产物运到外面去换取生活费、学费，所以以前人走这古道是蛮辛苦的这条古道对我来讲就是一种生活古道，记录了先民在这个地方非常艰辛依赖自然资源而过活的那一种比较淳朴的样貌，所以现在我想年轻人说他嫌太少，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就在几十年前我们童年的时候，这里的里面我们长一辈还是这样非常的艰辛的在过生活，那我是觉得这个表现的说我们长一辈可能比我们的生活的韧性，他对于生命的态度可能比我们现在要更加的健康，所以下次来走这条湾潭古道可以回味一下过去的生活，体验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辛劳，值得我们借鉴的啊，有一点动力啊，对，有点动力啊，看到大清感触良多。除了对早年人们生活辛苦有所感触，也会觉得当时的人和自然万物的关系比现代人亲近得多。他们种植大清，知道怎么样从植物身上提炼出有价值的成分。现代人眼中大概只是一片杂草吧，不过这里有一株植物平常也许会被当作杂草，现在开着花，看起来就是气质不凡。白鹤兰它是兰花的一种吗？兰花的一种，而且是在低海拔的森林比较没有开发的地方，白鹤兰是一种很常见的这种兰花的植物。它的那个叶子啊，感觉有点像我们常看到那根节兰那种感觉没有错，那就是根节兰属。那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唇瓣有个大字形的，像小人在那跳舞一样，非常的快乐。看起来根节兰属的植物就是森林土质一个指标植物它通常来讲，这里很多的腐殖土累积到相当的厚度的时候，而且湿度又够，这些根节兰属就喜欢在上面筑巢。这个季节是白鹤兰，可是再过大概两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一种也是很常见的，叫做台湾根节兰。它的叶子跟刚才您所讲过，像好像粽叶一样，有点皱皱的，
那个就是根接兰属的特征。嗯，好，那这两种兰花都是大概是夏末到秋初，好，在低海拔这个森林里面非常容易看得到的原生种的兰花。这也算蛮珍贵的这个花卉哈，这也不常看到。对，我们对都市人来讲，真的不常看到。嗯，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啊，尤其袁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对，看到白鹤兰。李长伯说过，当地人采兰种兰，但我们问过几位年长者。他们虽然都说当地盛产兰花，却说不出花名，只知道白的、粉的、红的，香气浓淡和价钱好坏。可见当地人植兰，那是生活所需，非为怡情悦性。这里另有一种植物，当地人一定认得，昆虫更是喜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蝴蝶停在上面，这是哪一种植物啊？问到这种植物，我要先考考你古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对的，你是把答案说出来，就是茱萸啊，茱萸。那一棵是石茱萸，这棵树非常的古典，又非常的现代，非常的文学，又非常的科学。文学的部分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那科学的部分呢？这个树叶片呢，可以养十几种蝴蝶，是十几种蝴蝶幼虫的食草。那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季节正好开花，你看上面的副季产花序上面有斑蝶、粉蝶、凤蝶、灰蝶都有，还有一些春象、金龟子都有。它是一个超级的昆虫的大饭店。哇，茱萸大饭店！茱萸大饭店。所以你只要种一棵这个树在你家的附近哈，大概蝴蝶、野鸟都会过来。所以茱萸饭店它的菜是非常好吃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树干好像有一颗一颗的刺在上面。哎，对，这个就是跟我们人一样哈，它刚长出来小苗的时候，它怕其他的动物去伤害它，所以它就长了一些尖刺。那等到像我们过了年过五十之后，就开始爷爷的样子出来，就开始变慈祥，所以那个刺就钝掉。所以你看它上面长到上面的时候哈，底下那个刺就钝化了。或者是跟溪里的石头一样，都是比较圆的，表示它已经掉下来很久了，经过这个水的这个磨蚀哦，侵蚀又变成比较圆润。如果是还有棱有角，这可能刚从山上掉下来。对，比较尖锐，这是比较年轻的。那个就是我三十年前的样子。三十年前，那老师现在是圆的软质，哎，又圆又硬，折扇固执。文人总爱借题发挥。当年苏东坡明知不是三国赤壁，还是写了篇《赤壁赋》，弄出个东坡赤壁来。这株石茱萸又叫刺葱，是芸香科花椒属植物，嫩叶甜香可食。王维诗中的茱萸则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山茱萸科山茱萸属，也有人说是芸香科无茱萸属植物，莫衷一是。我们身在台湾，自然希望诗中所指是我们的乡土植物石茱萸了。茱萸之辩是非难断，从雪山山脉流出来的水却毫无疑问的好喝，泡茶泡咖啡都适宜，我们敢在大台北数百万人之前率先享用，尤其过瘾。北势溪位于台湾北部，是新店溪的两大支流之一，发源于新北市双溪区，然后流经平林、石碇、新店区，注入翡翠水库后，于新店区龟山桥旁与南势溪汇流，全长约50公里，流域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支流包含湾潭溪、傣鱼蕨溪、金瓜寮溪、后坑子溪等，是台湾北部重要水系。是，这只蜥蜴感觉很悠哉、很淡定的感觉，好像在荡秋千哦，很好玩。对啊，你注意看它停在这个黄粉上哈，哇，它身体你看哦，它的会变得跟它的这些背景哈，就是跟它树叶的颜色啊，蛮接近的。而且你看那个黄粉的刺，它停在上面比较安全。
所以他很聪明的哈，利用这个天然的刺，黄藤的刺，在它旁边有这个保护作用，它的颜色变得跟黄藤的颜色一样，尤其在侧边哦，还有腹部这边都变成是绿色的。对，所以跟这个黄藤的叶子几乎是可以融在一起啊。是啊，它如果是在岩石上，它会慢慢变得比较像背后那个褐色。所以它是一个变色龙，蛮享受的哦。是啊，因为在这个黄藤上面，那风量吹来，随风摆荡。对对。所以像在这个摇椅啊、摇篮上面的话，很快就睡着了。对对对。这是黄口攀蜥，一种树栖性的蜥蜴，分布在台湾北部1000公尺以下山区，是一种领域性很强的蜥蜴。洛桑老师说，这只蜥蜴是老朋友了，经常就盘踞在这一带的黄藤上面。登山者拍照，它也很习惯，很有名模架势。就在古道旁，人和野生动物可以这么亲近，可以维持一种熟悉的关系，让人非常感动。但这样的关系，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走这个湾潭古道真的是一大享受哦！你看，我们从张家庄起点一路走到这边，它就是沿着湾潭溪哦一路前行哦，所以这边的景致真的是很棒。你看现在古道的道路哦慢慢在降低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溪流在旁边哦，可以感到那种水汽淋漓的感觉。尤其在溪流旁边有很多的大树，那大树上面又有很多附生植物哦，所以整个构图起来就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哦。所以这条道路真的蛮适合大家来走。第一个，距离不长，大约4公里；第二个就是它的高低起伏落差不大，这个蛮适合大家来健行、来登山揽胜。不过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发现这边的水色有点变化。我们之前在孟潭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水色非常的干净、非常的透明哦。可来到这边，水慢慢有一点混浊，有点变黄色的，大概是。上面有在施工吧，因为刚刚听到很多山友啊，我们遇到很多山友就告诉我们说，好像前面那边有在施做这个道路工程哦，所以大概是有工程的关系，会挖这个土石啊，所以这土石应该是流到这个溪水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颜色哦，已经不是像我们在前面那一段那么干净、那么清澈。希望这个工程不要影响掉这条这么有历史、然后又这么漂亮的一条步道，因为毕竟这个文明会带来很多的污染，会让很多自然的资源消失哦。那希望这条道路能够长长久久，溪水能够安保清澈，那留给后人很棒的一条步道。不知道我们距离工程还有多远？但溪水就像一张敏感的试纸，迅速反映环境变化。事实上，今年夏天工程刚开始，北势溪上游的余光阔濑已经溪水浑浊，不少游客兴冲冲上山，见原来清澈的溪水浓浊泄踏，只得败兴而归。溪中鱼虾水族想必更是苦不堪言。后续生态影响、游憩行为的改变，我们对湾潭古道的未来实在无法乐观。所幸在还没有遭波及的古道上，我们竟然见到难得的生态奇景，真的是太漂亮、太神奇了。老师，我们今天走这趟古道是值得的哦，看到这么奇妙的生态行为啊！哇，老师，那个蜻蜓哦，来到这边，它在产卵嘛，然后就滞空哦，这样振翅啊，然后那个把那个腹部啊一直戳到那个水里面，它在产卵嘛。蜻蜓好大一只，好漂亮。这是什么蜻蜓啊？这台湾大概蜻蜓里面的老虎叫做无霸钩蜓。无霸钩蜓，你看无霸就 Jumbo 巨无霸。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种环境指标的一种生物。它最喜欢就在这种干净的山边的水洼洼的地方，小瀑布底下，表示这个地方整个这个水非常的清澈，所以它会把它的卵产在这个很清澈的水里面，然后那个水菜就在这种环境长大。就长大之后呢，就变成另外好几只的无霸钩蜓，它视力非常好，所以你看它非常强壮有力啊，它就在空中抓住其他的蜻蜓跟其他的昆虫，就直接把它吃下去。所以这个是在昆虫里面算食物链比较顶层的一种昆虫。
不过我觉得今天拍到这个画面哦，真的是蛮震撼的，因为看到都会感动哦。就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像我们那么多人在这边，等于是围观啊，可它产卵哦，它已经产到有点忘我了，就是忘了危险的存在。它为了要繁殖它下一代哦，你看那么靠近，它就停在这个地方，然后一直产卵，一直产卵。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要抓它的话，真的很容易哦，可它真的是产卵产到忘我了。对，所以麦导，我建议说哈，你要发通告费给这只无法多品，真的应该的哈，不然违反劳基法。待会去跟阮姐领钱。在水鸭脚秋海棠旁，无霸沟亭忘我产卵，工作人员忘情拍摄，麦哥同样忘情投入，侧录用的小摄影机忘了关，录了一堆让人头昏脑胀的画面。倒是洛桑老师见多识广，稳稳摄取了好画面。无霸沟亭产卵地方不起眼，但水质干净，又有泥沙可供产卵，整治后能否维持原状，很让人怀疑。水鸭脚秋海棠是秋海棠科秋海棠属植物，又叫台湾秋海棠、裂叶秋海棠，分布于琉球及台湾，生长在台湾全岛海拔200到1500公尺之间的森林下层或路旁。雌雄同株异花，雄花花瓣四片多蕊，雌花五瓣，柱头则为扭曲的螺旋状。花期为每年5月到10月，花色从白色到深粉红色都有，是台湾常见的野花。这感觉不是很好哦，看这个水泥块真的进来了，所以山友说的没错哦，这个湾潭古道已经在做这个道路的开辟了。那我们走到后面这一段，可以看到这个路哦已经都拓宽了，很多建材已经进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边边都放一些外来的，像水泥块啦、红砖啊，慢慢进来。啊，前面更明显哦，原始的溪流已经看不到了，看到的是水泥石块砌起来的，有点像大的排水沟一样。洛桑老师，不是，哇，这边这个山河变色啊，这个水的颜色变了，然后这个河川两岸哦，好像变得比较人工，有点像排水沟啊，真的蛮可惜哦。因为我觉得像这个湾潭溪最美丽，就是它这个原始的溪流。这些树木啊，这些森林，它的石头都是天然那种大石头。它虽然是用了一些石块砌起来哈、这个看起来很多多孔隙。那其实有些人会说啊，这个是自然工法。其实天底下真正的自然工法就是天造地设，顶多只是类自然工法。那我想也许这个地方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出入方便哈、然后也许为了旅客的安全。但是这一条湾潭古道，它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它的自然原始，有承载着非常多的先人在这里生活的记忆。前面那一段的感觉就是好像就回到从前了，很原始，然后生态也很丰富，尤其西边那个西岸两边哈，生态都蛮丰富的。那现在这样就是有一点那个西岸的那个破坏度有点大，变得比较人工化以后，真的看得真的比较像水沟啊，这是太可惜了。当然交通对居民是很重要啦，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思考，其实现在的自然资源是更难能可贵，有的时候如果能够把它保留下来，反而可以创造更大的商机。自然资源有些时候一旦丧失就永远丧失，比如说一棵树可能要长了40-50年才这么大，你一旦砍可能15分钟，可是你当发觉砍错的时候，可能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它搞不好还回不来。我们真的要想清楚，要谋定而后动。所以走这条路其实心里还蛮多感想。对啊，因为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无霸沟亭啊，在这个就在古道上面一个小水潭哦，在那边产卵。你看，这是一个这么棒的栖地，无霸沟亭来产卵。那如果说把这些外来的像水泥砖啊、红砖再把它铺设上去，这样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栖地，
但是它对这个整个五八公顶的生态影响也会很大哦。那这样真的就蛮可惜的。对。眼前的景象实在让人欲哭无泪。我们在附近找到一面工程说明看板，上面说明那是经济部水利署的河川整治工程，一条经常泛滥的恶水，一条污秽肮脏的河川要整治，我们能够理解。但湾潭溪上游美景天成，水流清澈，溪床平缓开阔，原本就是自然优质的水域，难道非得用生态工法大兴土木，它才会符合自然生态吗？我们从工区下行，重走来时路，可以明显看出人造的溪流和天然溪流不同的气质。这里林木茂密，溪床里累累块块错落着生苔的大石，流水不规律地形成多变的水域，不同需求的生物栖息其中。我们真希望整治工程手下留情，这不是湾潭溪美景的最后巡礼。